这个村里面两人在呼救，在拍打玻璃。如果说不赶紧把他们救出来，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。我就想着赶紧去游过去，赶紧把人给拉出来。处于晕厥了，我利用在部队学的这个急救常识，把他抬到一个阴凉处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，要做胸部按压。现在已经上岸了。后来听说他是武警之后，这个就觉得心里啊就是很崇敬，就是。